嘅演出咧，終於可以成功上演嘅。大家要都聽下姐姐講嘢先。我哋多謝呢位幕後嘅功臣潘無姐。今日大家都好緊張。真係多謝大家，因為業有業啦，疫症有疫症啦，最緊要嘅係你哋嘅支持。不單止今晚支持，我哋仲有3晚嘅，都要見到你哋，多謝曬。多謝曬。